追梦人上场。我叫陆新田，来自江苏无锡。我曾经是一个英语老师，后来呢办了一个加工厂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开始了我的创造发明之路。记得第一次发明，我花了2年时间，500多次失败。当最后一次成功来临的时候，那种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。今天我特意带来我的新的宝贝来到中国梦想秀的舞台，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迟来的爱。等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嗨，大家好，波波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在马路上可以开吧？暂时是未来的，我觉得一定可以了。未来可以的。是，是因为这是零污染的车。哦，是吧？是电瓶的，对吧？哦，不是，它是用的太阳能跟风力发电。哦，这个可以的。啊，我看一下吧。眼见为实，是。嗯。哎，哎呦，还有哦，你装了很多探头哎。啊，这个里面是360度无死角的，9个雷达，4个摄像头。雷达是什么？哪里雷达？只有9个雷达，包括说夜里如果是没有灯光的时候，也能看到山头。哦，你可以盲视开。是的，是。这个做工是粗糙，但是好像设备是蛮多的。这个里面是我这个全部手工做的。哎，嗯，哦，可以的。关键是我这个里面就是有10块太阳能的板。哎。还有这个是风力发电的，关键是我的研究的成果是风力发电，主要是利用那个车辆的侧风，是它会去把电储存到那个电池里面。哦，当然说我们还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电动车，家里的电也是可以充电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就是说我的那个夜里的盲视的雷达，啊，远程雷达，啊，这个地方。哦，就是红外了，是红外线了。对。哦，这车多重啊？这个车也一共有400多公斤。400多公斤啊？对。为什么要坐这个车呢？因为这辆车是我送给我女儿的一个结婚的一个嫁妆。哦，那这有什么意义吗？送给她这个？我以前是个英语老师。哦，是英语老师。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一直忙于工作。真的，当我回去的时候，她睡了；到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我还在睡。所以从小我就很少跟她交往。我记得在她13岁的时候。在家里很多小孩子的习惯，我觉得感觉说不是很好，我还动手打了他。嗯，结果他竟然会去报警。哦，那个给我触动很大。那么现在他在澳大利亚学习呢，然后在1年前呢，他带着他的男朋友回到家里来。我就说当时他带着男朋友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啊，还有人这么欣赏我的女儿，因为我从小这么多大，我感觉的女儿好像感觉是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。我觉得说他身上的闪光点我都没有看到，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觉得说这一定是我失职了。那么他找个男朋友是中国人还是老外呢？啊，也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。啊，是中国人。是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应该有得一谈的。嗯，是。我喜欢玩这种东西。我总结出一点，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点。哦，已经是我们的好兄弟，你讲了。我们两个人都 A 发神经，然后不能够发出正能量。你把我作为你的病友了，已经。我神经，好吧。其实我们更多享受的是过程，一种过程。是我给他的不是一辆车。啊，我给他的一份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一份迟来的爱，还有一种我觉得说拥有梦想就能实现的一种进取的精神。哦，我整整花了2年时间啊，经过了500多次失败，我不光帮他做了一辆车，我想他不会做菜怎么办，所以我又做了一个新的发明给我的女儿，我就把做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炒菜机器人。让我们看看好吧。好。这个炒菜机器人呢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让所有就是我们不会炒菜的人3分钟可以炒出好的菜，好吃的菜来。但他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妈妈过去做的菜啊，他吃不到，离开那么远。那我觉得就这个能实现，所有做的动作他会模仿了以后，他会自动的做第二次。
哦，能做到这么精细。是的。哦，我上来看看好吧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这水管啊，这个是就是它自动会加调料的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你五个这个甜酸苦辣，对，麻辣酸甜。啊啊啊！哦，这边，哎，人家有微电脑。哎呦，哦，你女儿开锅都不想开，自己要自己开。哦，这个机器的这个手出来了。哦呦呦呦，尿尿了啊！这什么水？油。哦油哦油，哎对油。然后。然后由它这个下面就热下锅，哦，热下锅，哎，对，热下锅。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放料，我又拉出来了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要自己放进去的，啊，对。然后我们这可以加点酒，哦，加酒，哎，中指里面出来的黄酒，中指，是是，好，那么但是它这个，这上面是个电子秤，哦，你开了油多少分量的话，它要先上面称一下。然后称一下我们这个分量输进去，它会自动算，根据你的口味，它一定会是根据你的口味来调的。哎，然后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说也是很有意义。其实再做下去已经不用花很多的钱，我自己这方面投了100多万了。哦，不，你 ，OK， 我现在回到那边去，我们来谈谈你的梦想，好吧？好。陆先生，那么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梦想是什么呢？通过梦想秀的帮助，我想把这个车让它出现在我女儿明年婚礼的现场，她在澳大利亚举行婚礼。让我看看你们家属室有没有事。老爸，听说你要上中国梦想秀了，然后我跟小汤都在这里非常支持你。你给我做的这个礼物，这个太阳能小车呢，我也看到了，然后我也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，我的朋友都觉得非常酷炫，都很想做一下。我跟小汤现在都非常好，然后我们也非常想你跟老妈。因为你小时候虽然都不怎么管我，就是经常忙于工作什么的，然后我也表示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希望你呢能有所改进，就不要再跟以前一样。我希望你能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，陪陪老妈那样子，就是这样才是最重要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因为什么呢？真的是给了女儿一个麻烦。你像远涉重洋，一台不能上牌、不能开的车，放到你女儿那边，澳洲的房子大吧？不算大，不算大。那么如果是由花园们放在花园里面风吹日晒，然后就下去；如果放在房间，她有地方睡，女儿女婿没地方睡了。但我其实在这个里面看到的爱，有我看到爱。但是是你的爱，哎，你的爱好，他需要的是父爱，不是需要机器之爱。是是是，对吧？有钱了，自己有权利去弄这个爱好，可以。但是，再多的爱好都不要忘记亲情，因为，你身后有两个女人在等你，但是一个已经等不及嫁人了，还有一个还在等你。我觉得，应该多给她点，是吧？你要这么说，其实我家里那个老婆。你要说欠亏他的也是太多太多，他我过去说我说跟着我吃香的喝辣，他等了20多年了，但是他我也没给他什么，他知道唯一的梦想，他也是他的梦想，我知道他是想到国外去旅游一趟，是吧？那么你的梦想呢？我又很愿意陪着他，抛弃其他的都不去想。OK， 弥补我的欠着一份爱。OK， 第二，我想你的梦想是该去实现它的时候，是该靠自己去实现，因为你有这个能力。再有多的爱好都不要忘记身边的女人，好吧？谢谢。你的梦想不用表决，如果你的转变是真的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如果你只是敷衍我的话，我会恨你的。谢谢波波老师，你这一语点醒梦中人。仔细想起来，这么多年我陪伴我妻子女儿的时间确实太少太少了，我一定好好的，从今以后好好的陪着他们。好，谢谢陆先生你的来到，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。谢谢。追梦歌
科的发明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也感受到了他对发明创造的执着。但再多的成功发明，也抵不过家人们情感上的缺失。希望你能和老伴一同去澳大利亚，亲手做几个菜，给女儿带去那份迟来的父爱。今后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多陪陪我的家人。谢谢中国梦想秀，谢谢波波老师。